这个破碎的碎石坡中穿行。 现在，先把一号营地进发，爬过前面这个雪坡，就到了一号营地。 哦，没有了吧？OK。 刚才有两块巨大的石头滚石落下来，挺危险的。 有石头吗？好了，走走走。
就是队员们从 C1 开始向 C2 出发。今天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路程，应该会有一点辛苦，尤其是有一个岩壁，有一个岩壁攀爬。一号营地，大本营。从 C 一出发到 C 二。线路很长，也很陡峭，瞬间头痛得很，头痛了有半个多小时，头很痛，咬咬牙，咬咬牙，加油！在攀登途中，刚才头又痛了一阵，痛了差不多20分钟，无法行走，很难受，剧烈的痛。现在稍微有点好转，明白。是队员在向 C2 最后那个岩壁进发攀登啊，非常难的一段岩壁啊。变坏了，忽然转坏，变得非常恶劣。明白。哎，这就是著名的南加帕尔帕特 K2 的
岩石路段确实非常难，大家看到这些破碎的绳子，就应该知道难度非常之大。啊，小心，慢慢来，慢慢来，安全第一，安全第一。OK。Be careful. Okay. You stand, rest, and are up. 你休息一下。啊，可以。我上去啊。啊，可以可以。等我上到那个平台啊。Mima, hey, say hello. Hello, yeah, Mima. Hello, Liang. Oh, good guy, Mima. Hey. Oh. Let's go. Ma. Ah, 加油，加油，加油！啊，精神了嘛？洗的嘛？干嘛做不那吧？你嘛？今天的天也不是很好。不过还 OK 了，加油！辛苦，好辛苦。是，下个密码。啊。非常非常辛苦，非常不容易，非常非常不容易。Thank you, everybody. 啊，太难了。主角在这儿了，
맞아, 맞아. 지금 이 발 뒤에 백 니트 해요. 니 발라. 이거 아무다 죽으세요. 되죠? 아. 담아 가서 담으러 이게. 님들이. 아. 님은 담으러 이게. 지금 어디 걸? 어. 지금 어디 걸? 어이, 뭐 하는 거지? 불러. 어디야, 너 나? 됐어, 한 번에.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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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루스. 이만 거꾸로 가겠네. 루크라면. 야, 루트. 뭐 내려 보소. 석사. 장아. 예. 니께 내려 빼보. 비슷한데 전화 이제. 可以, 没事.
冰壁，修一下，修一下路，这样队员过的时候好过。今天拉练，从 C 二往 C 三走，走了一部分。下面我们就是二号营地，两个黄色小点儿。No, no, no, you take it. Oh, take, yeah. Oh, okay. So you just came, basically, came to something. Tell me. Okay. 今天从二号营地出发，向三号营地进军，天气不是很好，下小雪。能见度不是很好，加油，加油。
야. 非常恶劣，现在暴风雪，风雪有一些风雪，希望冲顶的时候是好天气。这是在向 C3 的攀登途中，线路也很长，感觉难度也挺大的。下巴上来，天气变坏，下雪，起大雾，能见度非常低。现在已经接近三号营地，7000多米的三号营地。OK。哦。耶。我们从三号营地出发，准备向冲顶。这个这管子弄一下。
이거 하는 새로 벌써 비자 지나나 안 도비하다. 已经接近顶峰，但是时间很晚了，大家在土路。 就像人家爸爸的兄弟，变得很忙。 Thank you.
이모, 비엘라 도저히 닭바디 베리 안 줘다. 아까 저러 여자는 앵글 줘다. 다만데 네가 야롱이지요. 그 사바 이건데 벌써로 接下来吧。 오케이 뼈 오케이 睡觉啊！所以要忍着。我刚才睡了好几觉了，激灵一下，一激灵一下，睡不动啊！不是，这咯噔就睡着了，是啊，咯噔睡着了。 睡着了呀，等等。
对，赶紧。明晚，奥斯汀，进学。 氧气给他，我们就下去，他要走。下边氧气在哪儿？我不知道，有没有氧气机不重要，再等。就氧气。其实我现在没什么，想一下，缓一下。这怎么这么慢的呢？ 等一下，等一下。嗯。有没有我看？嗯。嗯。 你让他洗，赶快带我们走好吗？你嘛，use rope， use rope and down。 I think down is okay, good. 有氧气是吧？有的。啊？没弄多了，它有。我头的是二，他给他调小点。 就只有一瓶是吧？啊。小心！能喝没有呢？呀，那他得好多的，你上。 对对对对对，我给马师傅，我这不是不行。那个，你那不，张哥。嗯。你往下来，到达时候挖个雪洞，咱们四个人这样挤一下，要不然走肯定走不回去。是。要冻也都冻死了都。这是。这是。你往下来了。这是好多都有网友。啊。 I see here, Maxi, you, how to walk? This one?
this give your bag, yeah. What to do? No oxygen. 这样的话，咱俩一件连体服，铺下边几个人，对对，四人挤在一起是暖和的，主要避下风。对，浇暖和，要睡也要不然你肯定走不回去了。哎，你明晚也冻得够呛了。对，几个背包往下边一铺，对，抱着睡。拿那个冰镐刨一个。嗯，肯定走不回去了。嗯。哎呀，我的手已经不行了，我把它氧气要过来，我都洗上不行了已经。先拿东西先刨一下好吗？好，这样也不冷好吗？对，咱们一起弄一下。你一看，在接近顶峰7900多米的位置。因为没有氧气，最终选择了放弃冲顶，可能下次再来。哎，咱叫哈尔巴特，有机会一定会再来的，应该就是在不久的将来。当天发生一次巨大的雪崩，巨大的雪崩。
南迦帕尔巴特，我们最后从6700米，凌晨的9点钟开始冲顶，最后用了将近48小时。在接近顶峰的时候，将近不到200米的位置，因为没有氧气，最后放弃了冲顶，因为考虑到安全，如果不放弃的话，如果强撑的话，最后下车的时候可能会造成无氧，会形成很大的危险，因为从 C3 到冲顶的线路非常之漫长，非常长，所以我们最后还是理智的选择了放弃冲顶下车，选择了下车。这次南迦帕尔巴特冲顶，我们在6700米的3号营地，在半夜的9点钟开始向顶峰发起冲击，因为线路太长，将近有1500米左右，1500米左右的这个距离，最后在接近顶峰，经过漫长的攀登，在接近顶峰将近不到200米的时候，因为没有氧气了，最后我们选择了放弃，如果最后强行登顶的话，可能我们就会因为没有氧气无法下车，造成很大的危险，因为3号营地距离顶峰有相当漫长的距离，相当漫长的距离，最后我们大家理智的选择了放弃终点，安全下撤这样一个理智的选择，我们下次还有机会，下次还有机会。不过这次也真正认识了南迦帕尔巴特。